必答。嗨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江小 M， 欢迎来到 Small M Fantasy 江小 M 的实况。今天呢不是什么游戏的实况，也不是什么一些画画的实况。今天呢看到开头就知道，没错，我们要庆祝的是江江的生日耶！ Yeah! 今天呢是江江一年一度的生日，那我见到他到现在呢大概有五六年了，然后五六年今天才帮他过生日，真的是对他非常不好意思，所以我就花了大手笔，然后帮他订了一个他的蛋糕，对，他的蛋糕就反而被我家的人说我疯了花这个钱，但是没关系，我还是很喜欢这个蛋糕，而且我觉得这个钱花得很值得，毕竟我把它当作是我的家人一样，所以我希望他快乐我也快乐，那我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。所以呢今天呢就是帮强强庆生的过程啊，但是过程当中有一些哩哩啦啦的部分，比如说没有帮他唱生日快乐歌，而且很快就结束的这一部分呢，要跟大家说一声不好意思，然后也要跟强强说声不好意思啊，因为当时爸爸赶着要吃饭，所以而且妹妹赶着要出门，所以大家就没有帮你唱生日快乐歌，不好意思啊。好了，那我们就直接看那个哩哩哩哩啦啦的庆生影片吧。江江 Happy Birthday！小强吹蛋糕，你都快吹蛋糕。小强，来，来，看这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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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生日快乐！知道我不能吹，来。将来生日快乐，坐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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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。好吃。强强的生日蛋糕，啊，还把它吃的到处都是。强强生日快乐！哇，一整块都腰酸了，你要去哪里？你要去哪里？好吃，你把它吃的到处都是。哦，好笑、哦。好了，强强生日快乐。剩下的明天吃，不能吃太多。好不好吃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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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吃哦，一直吃一直吃。好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了。剩下的明天才可以吃。啊，生日快乐，强强。